米菲那个计分板右边计分板有看到吧？六百秒就会开战了。我要怎么存钱啊？存钱，钱自动存入你的户头，钱自动挖完之后就是自动存在户头，钱都是自动存的，它领出来才是存不回去。如果我死掉，先来升级，米菲你有五十块升级，不会掉钱，死掉不会掉钱，都掉分数，就给分数。那这东西给你吧。好，这边有四颗，像装备啊、武器啊都要升，等它上去喽。等它现在在我这一层，啊，你先把它搞升到最好。你呗，然后就继续去挖。升到最好，最高是黑曜石稿。对，钻石稿。反正给你两颗黑曜石矿工稿，最高的。黑曜，你分一下没钱了，没关系。你现在没钱了，四十秒就继续跪下来挖钱，还可以再升一阶。再升一阶要30块，那叫做黑曜石稿是最快的。哦。钻石稿再附魔上去的。嗯，对。等他在楼下。我好久信用卡住了。我已经去中间准备了。好。团团不会在中间，所以还好。应该可以，我来做一些陷阱。没有 ID， 没有 ID。第二团团，哎呦呦，大赚一笔，大赚一笔。好，开战哦！赚赚赚赚赚，200块又200块。啊，输掉了，可惜。啊，哇，这要上去好累啊！团团在楼下残血。哎，楼下。他其实也没什么东西啊。对啊，他在我们家楼下。看看这。哎，他也没装备，不用特地去杀他。哦，好，那我不去。噔噔噔，来，我来给大家奴隶三。好。有财神爷！哇塞！再回去，我再回去看。回去再跑回去看。又有财神爷啦！财神爷驾到了！哎，下面有人。我会跟他 PK。杰克也来了，我挡杰克，你们下面人注意了。我干掉他，干掉他了。我挡杰克，我挡杰克。可是我不知道直直上来好不好。所以上面很安全吗？我们上面。上面我在中间，上面有什么？没人，没人，现在没人。有，你们头上有一个明月。米菲，你要退哦。他进不来了。我现在是可以过来吗？哎，头上有哈气哦，注意哈气，哈气，哈气，打去，那小资源。啊！空降物资，空降物资！哇哇哇，这个资源好快哦！对啊，他是不是有点快啊？对，好像有条哎、欸！哇哇，他们在追我，他们在追我！还他还钱！我快可以跑出来了！哎，我跑出来了！没事没事没事！米菲，你先去挖钱！好，我们左右混乱，你都不用担心，你就尽量去赚大钱。好，你现在可以先再升级搞。发财树苗是王座吗？王座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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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人偶，人偶，人偶，人偶。放些石头。他放人，他刚说人偶。米菲，你可以升级搞，你要有30块了。好。哎，有，有没有127？赚大钱！哇，赚大钱啦！啊，来，哦，刚中间激烈，哎，刚激烈一番。米菲，升级！烈一方掌。感谢小七弟，回家米菲。家在哪里呀、啊？哦，我家这么大一个。米菲，完了，连回家的方向都找不到，混乱哎，这个地图好混乱。对啊，来，你升级稿子，然后那个保险箱你也升一个，就是那黑曜石。我有这个黑曜石。没有没有，那个箱子升一下保险箱、中介箱，哎，对对对，然后接着你把装备再升级，装备跟武器，应该就可以花完钱了。好好好，啊，去挖钱，继续去挖钱，挖钱游戏。消失诅咒。对，这个死了会消失的意思。哎，那不用管，你就先去挖钱，等你赚大钱，有很多好玩的，好不好？好。哦，杰克好卡哦，天啊。对啊，杰克我刚看。好卡，真的超级卡。
杰克今天内阁兵吗？来家里，简单的附魔。哦，这是楼梯，差点挖掉。嗯，马上提到挖矿，挖东西。上吧。我在楼上。楼上在吸东西还是挖东西？挖东西，我刚听到抠抠抠的声音。哦，补东西，我在。哦哦哦，盖防御措施。有看到看到。先基本的锋利。怎么都挖不到金啊！一拳晚点，你也可以弄下那个弓啊。好，复弓，用基本的往上复也可以，不一定要有书柜。好，哦、我听到爆炸声啊！可能有人在跑步吧？对啊，可能在丢了。有人看到你就气炸了，气炸锅，又蹦了哎、欸！杰克是杰克在丢，这么玻璃心哦！炸弹鼠。哎、欸，光，没有，光，反应可以吗？光，反应线，反应线，你在哪里？只要一半，在一楼。一楼。哎呦，他退掉，退掉啊，退掉，反应退掉。哈基也来了。那你先退回来，你要不要先退回来？你血不多。水元素被破。有在回血了。我们还在弄装备啊，想说。你先弄，小哥你先弄，小哥你先弄。先给他们一点东西，还好。40、30技能，我们都没有拿箱的东西。狂暴，没钱了。不对，我干嘛升这个？会踢笑你。谁呀、啊？这十件放在箱子里面丢掉就可以了啦。哇！丢掉，等一下又被人家捡走，你又在那边呱呱叫，箱子那么大放里面不行吗？奇怪你。你，哎、欸，这个是十元，哦，太久没玩过，整个变八七了。应该很久没玩这张地图。对，这是最基础的、啊。哦，刚本来想去炸书，啊，杰克还没换书，还没。那么早应该还没。哇，到五等。哎呦哎呦呦！爆炸声！你们又想要炸？各种炸呀、欸！嘣嘣！哎呦！我在这挖东西啊。好。哇！哎，不对，我看到有一只五块钱的，我看到有一只小蜜蜂很勤奋，上一季的房都500多块。怎么那么有钱？勤奋小蜜蜂。等下有钱的可以发光一下。哎、欸，我可以发。你刚刚我没钱了，我没钱了。不是，我刚刚没钱，就是为了去买发光啊。我就说你可以发光一下，你说可是我没钱。不是，你刚这话只讲一半啊。你要讲一半，我就说你可以发光啊。你刚不是只说一拳你有没有钱？我说我没钱啊。发光。我发了啦。你发了，发了，没有发了，发了，分一下，给我一点，给我一点，不留了，不留了，每人分个2块啊！哇，你看这个人发了就只给朋友2块钱，嗯，朋友都不是朋友，好冷啊！他退，他还给你2块，我们也发光了，是怎样？啊，你就连2块都不会给了，是不是？对，对个屁，没错，我的。他们三个人在挖钱，两个人在上面扫，在上面观察。雨月跟杰克在楼上。杰克往前哦，杰克雨月往前哦。好、哦。我们两个都只有盾而已，我们两个都只有剑，所以没办法那个。我来了。雨月在炸，杰克在牵制我。哦，我看到雨月了。嘿，哎、欸，我还在炸，还在炸。嘿。我发的时候再也没挖过金矿了、啊，把无敌开掉了。哎、欸，小贝帮我一下，我在打追雨月啊，死掉了。好，不要让他走。小雨走啊。对啊。发两。啊，对啊，我们现在炸弹啊，炸弹啊！
没有，干掉，干掉，干掉了。有有有，小心他可能会炸。没有，他退掉了，退掉了。有有有。哎，我、哦、这块土地是不是特别贫瘠呀、啊？他基本保护不过来。哎呦，怎么有深坑，有陷阱？这里有好多陷阱。我先去保护。这个花间不是擦玻璃了，天换了。这也太难炸了吧！还有剑石，还有黄金。隐约有炸弹哦，不要以为我没看到。哇，他不想让我回家。这个人坏坏。坏坏。喂。喂。哎呦，干掉干掉干掉。诶、欸。嗯，黑曜石。拿在副手上面吗？什么东西副手？黑曜石矿工稿。黑曜石矿工稿。副手。稿子杀人。凶残的矿工。对吧、啊啊？我也不知道、欸。凶凶哦、难怪我刚刚打他没有那么痛。我想说奇怪，我狂暴锋利二打他都痒痒的，原来我是用稿子在打他、啊。原来找到原因了，找到原因了。哎、欸，那个繁星，那个 Ender Pearl 给我一颗吧，我去挖中间。都给你、啊，都给你，都给你。好好好，下去再上来嘛，有没有？杰克间谍抓到。稿子搞死，然后太紧张了。哦、欸，走走走走，失明啊！我要变八七啦！亮了亮了亮了，亮了亮了亮了！哎、欸，赏他们一颗，再赏他们一颗，再赏一颗，打的几号？头上有没有、啊哦？他们有人直接摔哦！我在想、欸，哎，他们在等第二天吧？嗯，他们有人下来，要去挖走，有一个慢慢走，他们在丢、哦，他就在丢、哦。我这边还可以。没了吗？楼下没了，楼下没人了。我在下。哈基不会下去，哈基不会下去，他是国王。好，杰克装，我吸走了，应该是宝一的。哎、欸，白痴，没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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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啊，有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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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你在哪里？在哪国？没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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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要逃走了。嗯，我们努力。努力，我不是升过，怎么现在才升？刚刚还没升。哎、欸，你升到二了？我有升升还扣钱。你不升三了吗？哎、欸。刚刚观众说你没有升、啊，嗯、欸，他说我按了，然后没蹲下按到，嗯，还是你刀刀慢的，还好还好还好，你有看，对，没事没事，难怪觉得好像升的没有很多，想让什么钱感觉有点少，哦，可能是我回去要升，然后刚好用那个发财素描，然后就忘了，嗯，有可能，应该是。我又买了五个书柜放在上面，做了一个就忘了一个。哎、欸，要弓箭，要弓箭，一拳。好好好。谁呀、啊？谁里面先有弓的先出来，他们在盖那个直升机。哎、我去买弓，我去买弓。一拳，你帮忙弄个强力的弓好不好？好。弄个强力三，就慢慢堆叠。我身上只剩20元。我们的是，我看到了。小雨，等一下啊！天，好，紫剑师，楼上是没人，东西好多、哦，我没有垫脚石，躲去旁边喷一下。你缺钱，你跟米菲拿，请米菲分一点钱出来给他，顶出来，或是放在保险箱里面。来，我来发钱哦！200直接跳到，米菲可以去买一间书柜，然后放在楼上那边。哎，200下来，他下了，好坏人，卖了三个书柜。好，等一下，我看到那个他们直升机上也有个箱子，哎，上去一下。哦，那个是那个吧？哎，之前是要15元奖励的，奖励的，可是奖励通常其实也没有很特别。看一下有没有炸弹啊？我就不用买了，有没有？小月帮我看一下、啊。好，你那边目前都没人。一拳，我没有了。你在哪边？我在我们家楼下。
你找得到楼梯上来吗？找不到啊。